每天都过，每天都过，是。明明把海天的事写下来，第十日海天来我家，我们在草地上踢球，下雨了。我和丽丽回家去，海天不要回家，他在雨中玩球，妈妈去草地带他回来。他在我家洗澡，老师他自己一个人在家。星期一，海天生病了，他没有去学校。下午，我去海天的家，妈妈叫我带一个木瓜去，我把要做的功课带给他看。妹妹写了一张纸条要给他，我拿纸条给他看，他看了哈哈大笑。星期二，海天去学校上课了，老师教我们做手工，我们用剪刀剪纸。海天说妹妹剪得小鸡很美丽，妹妹听了很生气。后来我才知道妹妹剪的是鸭子，老师这么妹妹家生气。星期三，我用黄纸剪了一颗黄色的星星给爸爸。我用红纸剪了一颗红色的星给妈妈。我用白纸剪了一只白色的兔子给丽丽，他们都很喜欢我剪的东西。星期四，丽丽要剪纸。星期四，丽丽要剪一只纸蝴蝶，我叫丽丽自己剪。丽丽拿了剪刀，自己学剪纸蝴蝶。丽丽不小心剪到自己的手，纸哭了起来。我剪一只纸蝴蝶给丽丽，丽丽才笑了。星期五，老师给我们猜什么？外面是青色，里面是红色，吃的是红色，吐的是黑色。妹妹一猜就猜中了，妹妹说是西瓜，妹妹说我最爱吃西瓜。星期六，我们学儿歌。星期一，唱一声一。星期二，做功课。星期三，去爬山。星期四，要写字。星期五，学跳舞。星期六，去打球。星期日，做自己喜欢做。
做的事